关系。Your power, we want more of your glory, we want to know you, we want more of your presence, we want more of your power, we want more of your glory.带着一个极大的困难来这一边，我跟你讲，我要今天要恭喜你。你说为什么恭喜牧师？我带着困难来，你为什么说这叫做恭喜呢？因为当困难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要开始来寻找神了。Listen， 你听好，如果今天你生命当中顺利的很。就是你一帆风顺，你非常非常的顺利，你自己都搞定了，那就代表你的生命当中根本就没有位置让神进去，你懂这个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你都已经搞定了，你很顺利啊，你问题来你都可以解决，所以你从来不需要上帝，所以你的生命里头是没有神的。但是当问题来，当这个难处达到一个程度，你说 Oh no， 我没有办法搞定了，这个东西 it's bigger than me， 比我还要大。感谢主，就是当这个问题比你大，你就需要那个比你大的神住在你的里面，带领你度过这个的风浪。Amen， Amen， Amen。所以，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小，就是你太容易满足。所以现在这个状况里头你满足了，所以上帝根本进不到你的生命里头。比如说为什么过得很好都没有问题， Yes， 因为你的梦太小了，你的看法太小了，你没有意向，你在过一个小鸡的生活。但是当你开始飞的时候，不在鸡圈里头的时候，当你在外面的时候，就发现到所以我们是一个老鹰的教会啊，我们是一个卓越的教会啊。那我们能够是老鹰，是卓越的，就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举起你的双手，今天你要向上帝来求，你说上帝，问题大，但是你比问题更大。要开始来宣告，今天我不知道你带着什么问题来，但是虽然问题大，但是上帝比问题更大。癌症大，但是神比癌症更大；债务大，但是神里面债务更大。困难是让你拓宽，让胜利能够在里头的；让你拓宽，让上帝的能力能够在你的里头，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壮。所以今天晚上，求圣灵要大大的充满，大大的充满。数到三，一、二、三。
的恩典就已经在我们中间了。阿门。还要继续的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目标是向着圣灵，我们目标不是向着礼物，圣灵来礼物就来了，圣灵来神迹就来了。阿门。向着施恩的主，阿门。你的目标永远要向着施恩的主，哈利路亚。阿门。今天早上我跟弟兄们在一起读经的时候，读了诗篇第十六篇，非常喜欢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说什么呢？十六篇第二节说，我们一起读来。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再来一遍，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除主以外的好处都不叫好处。阿们。撒旦也会给你荣耀，但那绝对不是荣耀。撒旦也会给你财富，但那绝对不是你的祝福。撒旦会给你权柄，那绝对不是你的恩典。撒旦会给你地位，但是那绝对是给你带来咒诅的。撒旦会给你带来世界的虚荣，你记住，那是害死你的东西。你要上帝，你要上帝。阿们。阿们。单纯的要上帝。有了上帝，你可能会没有世界的财富，但是有了上帝，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有了上帝，你可能会没有世界这些虚人的虚荣的朋友，那些世界上的朋友，你会觉得好像你跟他们会越来越远，但我告诉你，你会得到天上的荣耀。你一定要天上的荣耀，你要天上的恩典，你要把地上的东西统统给它丢掉，从撒旦来的东西统统把它丢掉。阿们。羡慕都不要羡慕，想都不要想。我告诉你，撒旦会给你钞票，就如同巴兰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巴勒要给他钞票，如同亚伯拉罕，当他把索多玛王说，你把钞票拿去，亚伯拉罕说一毛我都不要，索多玛的钞票一毛我都不要，索多玛的财富一毛我都不要。你要记住，除了上帝再也没有好处。除了上帝再也没有恩典。但是你记住，有了上帝什么都有了。刚刚光伟已经在那边讲了，光伟牧师已经在那里讲了，有了上帝你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欠缺了，大大的恩典与祝福统统都是你的。不单是这样，你再看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看一下第四第五节，一起读来。以耶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仇敌必加增，他们所交献的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你看到这以别神代，等一下，等一下，前面那一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可以翻译做什么呢？送礼物给别神的。他说，如果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仇苦必增加。你如果去参与别的神的献祭的，他的愁苦必增加。阿们。你要记住，你要记住，分别为圣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记住，我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阿们。我的上帝不允许我们脚踏两边船。阿们。我们的上帝不允许我们又敬拜上帝又敬拜偶像。阿们。所以你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弄得干干净净。一起说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再说一遍。干干净净。再说一遍。干干净净。圣儿子们，连别神的名号你连提都不要提。所以跟这些的污秽要弄得，要跟这些污秽要划清界限。一起说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所以你就要记住，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就别再去看风水。你记住，有耶稣，风都是好风，水都是好水。有了耶稣，要鼓掌就大声鼓掌。你要记住，有了耶稣的时候不再看黄道吉日，有耶稣每一天都是黄道吉日。阿们。没有耶稣哪一天都不是黄道吉日。所以你理这些东西，理都不要理他们，理都不要理他们，你一定要记住这些事情。你要在上帝面前干干净净，即说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所以你要记住，跟这些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你都要小心。如果他们沾染污秽的时候，你就说对不起，我们是朋友，但抱歉，你做的那件事情我不能做。听懂我说的吗？你说哎呀会得罪朋友，我宁可得罪朋友，不可以得罪上帝。阿门。
一起说，我可以得罪朋友，不可以得罪上帝。我可以得罪朋友，不可以得罪上帝。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份勇气在你的里头。阿们。基督徒要有这种强烈的勇气在你的里面。你要记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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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阿们。不要取悦朋友就得罪了上帝。老牧师已经把话都告诉你了，有一天你在上帝面前，如果上帝说什么的时候，你不要怪到我的身上，因为我通通都已经教你了，我通通都已经告诉你了，我通通都已经点醒你了。在上帝的面前过一个洁净的生活。阿们。再看下面第五节，我们一起读来第五节。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感谢主，这里提到说上帝是我的什么产业。你要记住，你的产业上帝才是你的产业。阿们。其他没有产业了，你要记住。所以你记住，利未人在地上的时候不能有产业，为什么？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不要以为房子是你的产业，房子是你暂时居住的地方，它不是你的产业。告诉我，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房子会不见吗？房子会跟你到天上去吗？会不会？所以房子只是你寄居的旅馆，听懂我说的吧？房子不是你的产业，房子是你寄居的旅馆。你以为土地是你的产业吗？你不就你离开世界的时候，那片地就不见了吗？会不会不见？不会。你以为银行的存款是你的产业吗？有一天你到天上去的时候，告诉我，地上的存款会跟着你到天上去吗？不会。所以你要记住，你只有一个产业，耶和华是你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阿们。再说一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所以你不要被这些东西吸引，不要被这些东西限制啊！而且呢，下面有一节经文没有出来了，我没时间讲。他说他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阿们。上帝量给每一个人都有地界，你都不必去羡慕别人的地界，听懂我说的吗？你知道我以前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就羡慕美国教会，为什么呢？我说怪怪，土地那么大，房子那么大，哦，这么我说在这个地方可以盖这么大的礼拜堂，哦，然后这个我到了澳洲去，我到了澳洲去的时候，我更发现，怪怪，一个教堂搞了30 acre 的土地，30英亩的土地。乖乖，我说哈，你能不能够把这块土地啊打个包寄回台湾给我看看？我羡慕的不得了。然后后来上帝告诉我，他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没有把澳洲量给我，他把台湾量给我。他没有把美国量给我，他把台湾量给我。这个地方就是佳美之处。阿门。不要去羡慕其他的人。阿门。阿门。大的人，而且你要记住，你的产业实在美好。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样事情，如果在你生命中间还有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通通拿出来丢掉。你还有什么黄历的书啦？你还有什么偶像的符咒啦？还有什么偶像的香包香袋了？十字架就好了，不要符咒了。OK， 你符咒了、香袋了这些的东西，记住，通通拿出来，通通拿出来。还有和尚的什么袈裟啦，如果你以前出家的，但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是出家的，这些东西都不要留作纪念，通通拿出来，烧得干干净净，烧得干干净净。通通脱离这些的东西。阿们。今天晚上是你跟这些东西划清界限的时候，也告诉撒旦不要再来找我了，告诉撒旦我是完全属于上帝的。阿们。阿们。阿们。数到三就大喊三声主啊，然后开始来祷告。阿们。一二三，主啊，主啊，